之前在台铁上班，然后是车上的那个服勤员。然后我刚进台铁大概两三个月，然后有一趟就跟他同事同班，然后后来就是跟他经由他同事介绍啊，大家一起去吃饭，然后我也跟我同事一起，然后就在那场聚会上认识了。对，然后他跟他同事都是火车司机。对。经由我们那个同事介绍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有一起去台北车站聚吃饭这样子，后来就有留下联络方式，在没多久我们就安排一起去小人国玩，然后他刚好坐在我汽车的副驾驶座，对，所以我们就聊得蛮来的，然后在小人国互动也不错，就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后来就还蛮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最漂亮的，谢谢。谢谢。永远青春美丽，老婆我爱你。谢谢，总是努力努力。我之前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很想考空服员，然后但就是中间有大概有一两年都蛮积极考，然后刚好认识他，然后他就是在一起，然后他也不厌其烦的一直带我去面试考试，这样就蛮感动。后来终于考上啦，耶、yeah.来了，刚讲过了，九年了，怎么那么久？因为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艾琳比较久，对不对？艾琳久久。好。OK。哦，希望你嫁过去要好好互相尊重，把家庭顾好，祝你们幸福快乐。啊，是的。好，那继续。啊？你要说什么？这样就好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不要哭了。谢谢爸爸妈妈让心雨嫁给我，我会好好照顾她。然后努力用功赚钱，
然后给他好的生活，嗯，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要对大小手。好啦，谢谢爸爸妈妈养育我34年，虽然我脾气不是很好，但是其实我人很好的，对，我相信，大方，对啊。感谢星宇航空 20A 的大家，感谢大家特别排除万难的前来参加婚礼。然后我知道，就是有些人换班换得很辛苦啊，或者是还压自己的特休，感谢你们，爱你们。